国这种。很多的媒体在说到这个王羽佳的时候，都会给你前面加一个前缀，加一个引号，是什么？女版郎朗。Oh my God！ 你自己反感是这个？我相信你不太喜欢这个说法，应该。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再说不像在说我，因为我们毕竟差五年嘛，而且我从来就说没有，每次都是他最后一年走了，然后我才进来，就是庄彦轩也是，然后 Curtis 也是，所以我跟他不是很熟，所以当然我每次听他音乐会，就我十六岁的时候听过他一次音乐会，很激发灵感那种，就是很 exciting， 兴奋那种，所以我是比较 flattered， 但是也就我还是做男版王羽佳比较好吧，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男版王羽佳就好。是因为你性格当中是有点像男孩的性格。对。